好像恢复了、欸，好像恢复了，好像恢复了的样子吧，是恢复了。可是，哦，谢谢你，我爱冬儿。冬儿你怎么不睡觉啊？哎呦哎呦哎呦！哎，焦哎、欸，焦大人，焦大人，焦大人出现了，是焦哎、欸，火焰车哎、欸，这个最没用了，这个最没用了，这个最没用了，这个超级慢，这根本就是用来好玩的，这个速度超慢的。升三期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用了，速度比那个自己开护卫武将，然后护卫武将那边清怪的速还慢很多，很没有效率，又浪费时间，严重的拖延到那个过关时间，我的马超又快死了。我觉得先把他们叫下去好了，脑袋 carry 一下，走错路。接下来要教大人，哦，来了，教来了，今天打了洞口之战跟手取川之战，还蛮好玩的。应该快要打完了，黄忠呢？怎么都没看到人？说好的黄忠呢？我都没看到黄忠。我的马袋怎么是二 P 色？这个是合体技，好难用。为什么我的马袋是二 P 色？哦，对对对对，这个 IF 是你要先拿兵器，然后再去，好像我记得好像是夷陵，去夷陵，然后照着 IF 的条件做，然后最后才可以救黄忠。那个 IF 很难做。马超被打得屁滚尿流的夷陵之战，Raker， 垃圾。改变后哦，一颗使用马超的新服装，我想看我的超超。这个游戏打 IF 很有成就感，因为你救一个人是你要前面你前置还要再做一些事情，你要先拿特定的人，然后拿特定的人。我印象中就是你要救黄忠的话，你一定要拿到庞德，你有庞德你才可以去打手取串，你打了手取串之后你才可以去打那个改变后夷陵。这样我想要看我的超超的新衣服，这都是真三四的吧。好可爱，百级体力，邓，哦，
什么装备啊？战前准备吗？好眼熟、哦，两星的比较好吧？这是金色哎、欸。差不多烂，都很烂。我觉得我的卡古亚快完蛋了，要哇！我的马袋21等了，难怪这么 carry 到我会怕。马超我觉得太低等了，实在是他宝。也没有别的东西啊。哟，这都是人。嗯？他不是有一把金色的枪吗？我怎么？哦，就是这一把，我觉得还是镶嵌一下，要不要镶啊？磕吧，可是也不能香，也没什么用。我觉得这是在浪费贵石哎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在浪费贵石。哦，他的武器有一把是有属性的。可是很浪费贵石啊。我觉得可以打一下，我觉得可以打一下那个改变后移灵，然后现在三点了就可以。没有，没有玩过，我自己是哪一代啊？我看到 Twitch 哦，我觉得可以打一下改变后移灵，然后就关台，因为时间也就晚了。你在说死人打那个蛇妖歼灭战，那个应该是最后一张了。什么妹？一家再临，可是哦，所以就是一代，然后就一代，嗯，我要去一下厕所。我接下来就是我接下来的，我应该打完这一场，我就要关了。
就是高优质版吗？我买的线到了。手取穿改变后移，我买的线到了。你要给我宰点，你怎么什么都有？我游戏玩不完。真甜我，好啊，你可以都给我。方中将军，他六代好帅哦！我觉得黄忠的死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前期最悲痛的一件事。我小伙伴最近都陪我一起读书，还蛮感谢他们的。可是我明天如果下去拿线的话，我很想要测试一下能不能够截取和的那个 HDMI 口接我的平板，然后画图。我想测试这个。最喜欢他了，好可爱哦！好帅哦，嘉许。不用再搜啦哈！他怎么拿狼牙棒啊？好笑！投石者は北東より運ばれてまい、到着までは今しばらく時がかかります。他在打棒球吗？好硬核哦！而且他速度也太慢了吧，认真。应该是因为等级太低，我都没有练的关系。我听到卡古亚的那个军师光线的声音，好好笑。镜子，他那个镜子。我希望这一场我可以成功的把黄忠将军救出来。哦，对，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救出马岱，以时间上来说，可是其实，哇，这变这差点变平行世界，但是事实上会殊途同归了。黄盖一定，黄忠一定救得出来，马岱也可以。这关很难打哎、欸。开始了。因为有投石车的话，就可以把那个粮仓堵住的门给炸开，就不会眼睁睁看着他死。你才知道要感谢他。这个学马超是谁？反正绝对不是演义里面那个不忠不义不孝的，就对了。
我不会让任何人死，我这也拿开吗？不知道不依不孝的人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号称小吕布，三国小吕布，西凉小吕布，再见，洗得白白的，因为他是铃木亮浩的儿子，铃木亮浩不会让任何儿子变黑。好帅哦，好喜欢，我好想念弩枪哦，我想念弩枪的感觉。往上走，欸，那边还有一个敌将，要不要打？为什么在这种奇怪的地方呢？好在意哦。可是真的要说的话，像近战的话，好像司马昭的错也没有到那么多，他也不是到那么恶质。可是因为无双过于洗白，反而引起人的不适感。哇，这清的好干净哦！哦，那个傀儡超难打，我打的时候一定要存档。哦，原来敌将还会跑上来的啊！孤儿，我本来想说孤儿。哦，作为女忍，女忍是这一关拿到的。我印象中他好像看到谁都想要投靠，不是吗？他没有保护家园或保护家人的概念。对，庞德跟王毅还有马超都是西凉人。屁啦，他父亲不是他杀的吗？还是他见死不救，还好像是他见死不救。他明明就知道他父亲在曹操那边，可他故意逃走。印象中好像是这样。就往前好了。铁鼠，我印象中他的个性跟那个刘邦还蛮像的，就是知道自己的家人被挟持，然后敌队友有难不动如山的感觉，很冷血，然后非常的自我利益的 egoist。牛逼到哪了？哪恩？俺も俺を返してくれ。没事啊！不要追我！哇，活活打到升等，可怕！哈哈哈，好强哦！巨石光线好强哦！巨石光线好强哦！啊！哦，女人啊！女人差点打死，天啊！女人差点把我打死掉，天啊！奇怪，投石车在哪？哦，在右上角，这还蛮重要的。赶快去保护投石车。过不去。啊啊！过去，投石车。
过不去的话啊，还是要把敌将全部打死才会开门啊。不行，我要存档。我夷陵之前死过两次，我心里很害怕。到底要怎么走啊？怎么办啊？怎么上去？怎么上去？我怕投石车被敌方干掉，怎么办啊？会闪掉啦！怎么上去啊？这马好慢哦！天哪！蜀国就人义传销集团，人知识传销集团。可是你不觉得因为他血很白，所以他很帅吗？就不至少不会给人，虽然有点像笨蛋，可是至少不会像司马昭一样给人很杰克书的感觉。我觉得司马昭真的写不好。小时候的回忆就留给小时候。怎么走？无功劳，找到了，偷石车。而且日本人超喜欢无双的马超，因为长得很帅，个性也很好。我要用卡古亚用上瘾了。可是我觉得那个期待的那个益州之战啊，是益州之战吗？我认为是益州之战里面的马超的个性跟反应好智障哈，十兵八阵就十兵八阵，是谁看得出来啊？哪一个是东门？要哪里？哪里是东门？哪里啊？哪里？哪里？哪里呀、啊？哪里？不好。摸一盖，摸一盖，两次。よし、門が開いたな。急ごう。勢いのまま。苦汁どの。哎，这是十兵八阵哎，他不讲我没发现。哦，原来这里是十兵八阵，我想说怎么难走，烦死，绕来绕去。废话，还是无双武将。历史景点门被丢爆，我一直没有发现这是十零八阵。我想说，我只是想说，怎么难走，门绕来绕去，有够烦，那我想怎样？我不知道是十零八阵。诸葛亮快用你万能的十零八阵想想办法。一堆傀儡，平行圣傀儡军团。我把那个合体技留着对付平行圣吧，因为平行圣不好打。
什么鬼子麻烦，他就没有打死欸，他很鬼吗？因为我玩普通嘛，玩困难的话可能就很鬼，玩困难每个人都很鬼。我都跟 PC 走，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走。哦，我都跟 PC 走。嗯，卡鬼牙的好好用，我是狂跟 PC 走，这好废哦，疯狂的绕绕绕，我存个档，我要打平行胜，我会怕，我要存档，好继续。不错，我觉得击破数蛮高的，跟着 NPC 走 ，NPC 会带路。哦，哦，我动到了，等一下，前面应该就是平清盛了吧？这是最后一圈了吗？不知道，好难绕啊！这是真田家的兵吗？怎么穿红红？这是真田家的兵吧？对啊，我的电脑按了之后都没有反应，也反应。赤山信君，这应该是真田家的兵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，在这里应该会有真田信村哦。对，因为真田是武田的家臣。平行胜跟真田信村刚刚出来了。我看信村应该要出来了吧？刚刚都有女人了，肉变器真田信村，不知道真田信村还要被玩多久？哎、欸，我看到信村了，开梦！哇，这个声音好魔性。さあ、さあ、行きむら！戦うしかないようだな。看板狼。看板狼欸。奇怪，平行胜怎么还没出来？是不是要等打完真田信村才出来？好烦哦，我一直跑起来，我操啊！废物回收再利用，回收业者资源回收业者平行胜。我那个时候打一零打到黄忠死掉的时候，我真的好伤心，我不想打了。后来我上网查才发现，本来一周目就是一黄忠一第十。所以说好伤心，都不想打了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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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村长，疑神疑鬼，还有44分钟啊 ，OK 吧？这一关不打个35分钟到40分钟也是打不掉。你说 IF， 可是这个游戏是有平行时空的，它的时间上面的规划比期待更复杂。期待就只是史实跟非史实而已，这个游戏是有一点平行时空的世界线，因为有平行时空，所以它的那个战场列表才会安排成这个样子，树状型。因为它有强调一些每个战场之间的因果关系。
是竹子吗？竹取物语嘛，他是竹取物语的主角，这个竹子。哇，打到真的人。有竹子音效，应该没什么敌将了。我看到黄忠了，来，平行胜。军师光线，打完了，不错，真的耶，军师光线，好可爱，在转加龙炮，好可爱啊！新の道を進むのみ，好。助けるつもりが助けられておった。世話ないがい。哦，这里有点感动。就算删掉的话，我的那个 Google 云端也会存啊。哇，金色的，烂，那个秘技卡到底是用来干嘛的？看，然后三国杀的卡片，雅鲁，庞德新服装。哼，我的儿子は熱く包囲されてる。まともに突っ込んでも返り討ちに遭うだけだ。可是，为什么这个时候有徐庶？为什么？真三六的时候没有徐庶啊？为什么会有？问号！哥，你是七带来的吗？问号！为什么有徐庶？啊，好可爱哦！拍照。哥，真三六的时候明明就还没有你，哥。他是六弟哦，他是六弟的角色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六弟的那个。开场影片就是他在舞剑，对，你一讲我想起来了，《帝王传》的影片，每一代的《帝王传》的影片都是那一代的看板郎当主角，所以他知道他自己曾经死掉这件事，然后这个记忆。結局はかぐやに救われたんじゃがの。徐庶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。みんなで生き残れて本当に良かった。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。已经突破了啊！好可爱哦，好喜欢，好喜欢，好可爱。我照顾。战士的伤疤，黄忠将军，你不要这样，又在那边伤，好可爱。
徐叔好可爱哦，在那边伤狗狗，徐叔是狗狗。为什么我跟马代讲话，然后是他们两个问他妈妈？所以马代不会讲话，他在那个地方，他在那边干嘛？问他妈妈。我应该没有要再玩了，我准备关台了，肚子饿。但是我会先挑一下。蜀军二批色，一跟三也是代数不一样吧？我觉得要稍微分一下经验，像庞德现在四等的话，上战场就被干掉。哇，我的卡古亚现在好强哦！至少要到十二等。我的卡古亚现在好强哦，应该是因为我在用。这游戏退出的时候会，哦，保存在这，保存一下。沙沙沙，三重军事光线。我看一下。我想换角色，我没有喜欢庞德。我的马袋啊，我的徐素之。真的耶，我觉得徐素的画风不知道为什么不太一样，而且为什么我觉得徐素？你说他是六弟出来，他六弟的衣服跟他七代的衣服根本就长得一模一样嘛，有变吗？跟八代衣服也长得一模一样，可没变呢。不要，还我徐庶。好可爱，蓝蓝的。二皮色好可爱哦，蓝蓝的。给他穿二皮色好了，蓝蓝超可爱的。哦，我觉得辉夜姬好好用哦，辉夜姬好用到我舍不得换哎。哦，女忍这一代怎么穿那么辣啊？啊，下一代就包起来。我找一个。女人应该神速很好用吧？有神速吗？我靠，这什么鬼？什么鬼衣服？两种颜色。啊！要按 pad 了，我想起来了。安配的。啊，是应该跟上手度有关。惨了，呵呵，比他们死外边。
我就点了没反应没，不行，我觉得这样他们会死外边，我要带一个，我要带一个等级比较高的，不然他们会集体死外边。卒中，我没有想用它，怎么办？我很不喜欢卒中，我在庞德好了。死の本分を全うせ。我不喜欢，我没有，我这有啦，我有一点喜欢阿昭，可是有一点不喜欢，我怎么说？我怎么说呢？哦，对，我很喜欢玩滑板，他会踩人，然后踩就放掉。哦，我觉得庞德的问题是他攻速太慢了，有点难受。也是可以带阿昭啊。而且他是暗尾配的，多难，这样还行吧，就是要两个强的带一个弱的才可以保证升等跟吸趴，但是我今天应该没有在玩了，先设定保存，因为现在已经3:27了，再玩就是4点了，很可怕。我现在应该所有人的桌布都用上去了吧？还差一张，没有啊，我 DS9 已经装了，我现在东西用 XP 啊，嗯，就差一张，我要低配哦，这个桌布。六代，都那么大只，这为什么奶子跟腿会这样露出来？微妙感，看起来好可爱。啊，这不是他吧？哈。这应该是战无一还二的时候吧？二吗？有，我有按，然后按了都没反应。我看到 setup， 我一定会按啊！我又不是国小生。这个应该是战如二的时候，啊，我是没有办法喜欢族装的，太违和，这是几代啊，哈哈，而且他怎么好像以前比较有存在感，刺客教条的造型到底是有啊，我有用 SM4 开啊，因为它的 TST 里面就有说是用那个开啊，它 TST 里面就讲了，我玩盗版游戏玩几年了，我也不知道那个怎么用，拜托，我今年已经25岁了好吗，我用电脑已经用十几年了，我没有那么蠢好吗？
我连盗版游戏都不会用的话，我以前那些游戏我怎么玩完的？我、哦、靠，这哪一代啊？还是，哇靠，这哪一代啊？可是头发是白一点比较好看。这是前情提要。一日一中被播放。哦，它有那个无印的动画。它无印的动画。这是无印的动画。这音乐尿性好强。我的司马师。欸哦，还是六代的云妹。两代看板狼真的很可爱耶。是孟获吗？始祖月英小乔谁？好像有一个假飞机，有一个信玄，有一个三成。哇靠，这个陆逊也太好辣哦！六代陆逊也太辣了吧，好辣！禁用哦，也太难了吧！也太难了吧，这太难用了吧！而且还要抓来路不明的档案来登录注册，我觉得不太好。这样会中毒啊！啊，好了，我要关掉了。好了，关了，晚安。